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凯莉和朋友们的艾莉啊。今年的六一被赋予了更深刻的意义，小朋友们开始更加爱自己的父母，感恩身边的一切。艾莉也和大家一起加油，努力释放更多的正能量。最后呢，艾莉祝全球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！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艾莉。六一儿童节到了，大家儿童节快乐！所以呢，今天艾莉为了小凯莉准备了一些惊喜啊，那么惊喜就来吧！呀！哇！呀！朋友啊，我准备的东西好多吧？大家看一下哦，一、二、有十，一共有十个礼物呢。OK 啦，不过这样直接给小凯莉是没什么意思的。那么我把这些的礼物要藏在这边 ，OK 了。那现在开始要藏一下了 ，OK， 我要藏一下了。啊，好了，就在海洋球里头。刚才找到的礼物我
当当当，耶！怒发新作品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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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耶！全部找到了耶！嘿嘿，哇！艾莉为我准备了这么多礼物，好开心！嘿嘿嘿嘿嘿。哇，小凯莉，你又找到了！哇，真的好棒啊！儿童节嘛，所以我为你准备了这么多的礼物的，你满意吗？当然满意啦！艾莉，那我们快点去把礼物拆开吧。好的，没问题，快点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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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快点，小心小心小心，走吧，走。